大家好，我是广谭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快手菜贝克奶油蘑菇意面。第一步，煮面，锅里加一点油，锅再加热，我们切培根，放培根翻炒一下，炒到这样出油，培根再炒，我们切洋葱，下洋葱继续翻炒，这里可以加一点盐、胡椒粉，蘑菇切片，现在加蘑菇，我们现在底部有这种金黄色，就可以加白葡萄酒一小杯，那就本来站在底部的部分现在都没了，都在酱这里面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加奶油，煮开之后再稍微浓缩一下下就好了，面好了，酱也好了，最后再一点帕玛森芝士，那我个人配这种酱汁比较喜欢这种宽的扁的意面，但当然如果你要用那种细的 spaghetti 也完全没问题。我一般在家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做这种意面的，又快又好吃。